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一起撒拉骂吧，撒拉骂跟大家教学一下。我不是原住民，但是在台东这个地方，就是感受到很多不同族的朋友们，然后有不同的个性的不同的气息。那于是就学了这个字，叫做撒拉骂。撒拉骂就是阿美族语玩的意思。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在这里，那让我们用音乐玩在一起，这样。那这首歌叫做 Fantasy Wonderland， 就是邀请大家进入到像是我自己写每一首歌就像是我的一个脑中的游乐园一样，那就欢迎大家一起来。这首歌叫做 Fantasy Wonderland。生下来可以开手提的拉风跑车，有人却生来只能盲声大喊骑脚踏车。你问我有没有公平的人，我不晓得。有女朋友却成天谈论路上漂亮美眉，没女朋友却不想打理自己生活颓废。你问我哪里有爱可以到永永远远？问题一堆。想要有是非对错，却又没答案一堆，却没有一句话能解惑。Oh yeah。生下来是在家里面的千金小姐，对家人大声小声理所当然。